胃切除后能活多久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燕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胃切除的原因，因原因不同，它的生存期是不同的。如果说是患者是因为胃癌做手术进行了胃切除，那么五年的生存率目前我们国内大概是30%多。如果患者呢在术后呢护理比较好，然后呢体质也比较好，没有发生术后的转移，那么生存期可以适当的延长。但是如果患者体质很差，然后术后出现了转移，那么生存期呢也会缩短。另外胃切除呢，就是如果不是肿瘤引起的胃切除，那么比如说是外伤或者是胃出血引起的切除，那么这个情况下做完手术以后一般来说不会影响他的寿命。但胃切除术后的患者呢，因为他胃切除了一部分，他的胃功能呢也相应比正常人要差一些，比如说胃动力会蠕动差，那么胆汁也容易反流，所以多数呢都伴有胆汁反流性胃炎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为了调整胃功能，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胃动力药，服用一些中和胆汁的药，对患者后面的那个生活质量也会有改善。